大家好，我是汪文浩，我是杨子毅，我是叶玉琪，我们是文子瑜。今年是科幻200年，欢迎大家收看《科幻有玲珑》啊！今日要来讲什么故事呢？今日各位来救麦特戴蒙喽！《绝地救援》可说是太空版的鲁滨逊加马盖先。突如其来的沙尘暴让马克与队友失去联系，而被丢包火星，遭遇可说比鲁滨逊还要在鲁滨逊啊！呵嘎仔，马克有大力交代，当太空头盔出现裂痕，当居住舱破掉，交代都能派上用场，可说是外出旅行居家必备的忠实伙伴啊！还有，当马克前往救援点那段4000公里的路程，可说是史上最壮烈的公路之旅啊！在最后，马克还不忘留给那一台车一张纸条，实在是足甘心呢。最后，科学家们克服重重困难，再加上置生死于度外的神队友，终于接回马克。那一刻，大家不分国籍，而手称庆。荧幕前的我更是热泪盈眶呢。是的，为哪是要讲透机？目屎是飞袂离呀。说来正巧，每15年才发生一次的火星大接近，正好就是今年哦。各位有没有感受到火星的吸引力呢？就在前不久，火星上发生巨大的沙尘暴，面积几乎覆盖了整个火星。不过要厘清的是，火星的大气压力只有地球的0.6%，在火星上时速160公里的强风，感觉起来比地球上的微风还要和缓。所以火星上的沙尘暴并不会像电影一样吹得大家东倒西歪哦。除了沙尘暴之外，在我们也可以看到，马克在火星上遭遇了许多的危机，而这些危机正是现在太空人在探索外太空时所面临的重重关卡。鲁滨逊或许可以在地球的孤岛上终老一生，但马克连最基本的食物来源都是问题。幸好他是一名植物学家呢。话说，马克如果也是很刚好有马铃薯可以种呢？如果盒子里装的是五指葡萄，那不就 GG 了？事实上，马铃薯一直是 NASA 所研究的关注重点哦。因为 NASA 因为马铃薯所需水量较少，再加上它只要有芽眼就可以发芽，是 CP 值极高的粮食作物呢。那么，马克是怎么制造足够的水来灌溉马铃薯的呢？首先，他从登陆小艇的莲桉草中收集莲桉，再接着以一催化加速产生氢气。这让机器透过小烟囱并点火燃烧，就能产生水蒸气咯。最后，马克用帆布制造于类似温室的环境，水汽就能被保存起来，土壤就能吸收到水分咯。报告一个好消息，火星的土壤含水量约为2%，而在今年更发现火星的冰层下方存在着形态稳定的液态卤水。理论上，我们可以从火星的土壤以及卤水中蒸馏出干净的可用水呢。解决了水的问题，马克运用火星的土壤、队员和自己的粪便，成功种植出了一片马铃薯田。他还开玩笑说自己是火星上的主人呢。不过，电影没有特别提到的是，火星上的土壤含有大量的重金属以及过滤酸盐，因此种植出来的马铃薯可能是对人体有害的啊。那么离开了地球，究竟要如何种植植物呢？于是科学家们研发出了一套系统 Veggie， 利用植物枕作为土壤进行种植，接着再放入一个特殊的植物培养舱中，监控水分、光照以及养分，植物就能够在稳定的情况下成长了呢。除此之外，我们可以看到马克的身上有许多明显的红斑。缺乏大气层的保护，人体在短时间内接受到大量的太空辐射，就会这样，时间越久，伤害越大。遗憾的是，目前科学家尚未打造出能够完全抵抗太空辐射的太空衣，因此要成为太空人，必须具备极大的觉悟啊。不过这部电影还真是意外连连呢，像是马克的居住舱突然爆炸，马铃薯全部冻死了。科学家想派太空船送补给品给他，却因为操之过急、计算失准，火箭在升空之后突然爆炸解体的呢。所幸太空动力学家 Rich 想到了另外一个救援马克的方法，他是利用重力甩弹的方式将 Hermes 甩出地球的轨道，也就是说借由星球的重力场做加速，当让正在返回地球的 Hermes 回头去接马克。当 Hermes 进入到地球重力场影响范围时，没有减速，而是借由星球的引力调整轨道加速前往火星。到达火星之后，马克只需要再搭上接驳小艇连接 Hermes， 再运用一次火星的重力场加速前往地球，就可以回家咯。不过这里要知道的是，目前我们还无法登陆火星，而科学家们仍在努力，毕竟登陆火星比登陆月球还要难很多，
因为月球的重力是地球的17%，而火星是地球的38%，因此在着陆时，火星的下降速度较快，再加上火星的大气层较为稀薄，非常稀薄，无法有效的利用空气阻力来减速。目前成功登陆火星最重的装置是1吨重的好奇号，然而登陆小艇却有18吨重啊，再加上燃料，总共会有51吨重哦。关于燃料的问题，科学家运用塞巴节反应，使接驳小艇可以在火星上提炼出甲烷作为燃料。不过，要使18吨重的小艇安全登陆火星还是很困难的。就算成功着陆了，还要再等上2年才有足够的燃料可以使用呢。可见，即使在这段时间内会发生什么意外，我们也不知道呢。由此可知，上太空是没有办法说走就走的，而马克也不是单纯靠运气才得以获救。事实上，太空人需要具备扎实的准备，才有办法在孤立无援的外太空中应变各种危机生存下来。神秘而未知的外太空吸引着许多人追寻其中的奥秘。最近有一则新闻，而丽莎·卡森将在2033年成为第一批登上火星的人。她和我们一样，都只有17岁。但是他从3岁决定要当太空人之后，就以无比的毅力和觉悟朝着目标迈进。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像他一样呢？从绝地救援中，我看见了学习的初衷，学以致用的精神，知识必须内化为一种素养。即使问题接连的出现，依旧要保持冷静思考，结合一切的知能去面对，去一一克服。而马克在这逆境中依旧能够幽默以对，体谅他人，更是让我们敬佩不已呢。本次大会选的科幻电影大多是警示我们危机如投影幕上所示，但是绝地救援人们绞尽脑汁抢救马克，则让我看到了善的集体力量是如此的无远佛界。人性存在着新的可能性，科技加人性可是真善美的极致表现。我们的报告到此结束，谢谢大家。以下是我们的资料来源。谢谢文子瑜精彩的发表。现在我们请 Fred Newman 进行提问。那我先请问，为什么就是在你们简报中可以看到，目前人类对火星非常关注。那为什么目前的科学家要对火星这么关注？它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好，就是因为火星它是类地行星，跟地球较为相近，而且它距离地球也比较近。再加上我们有查到资料，它在41年前跟地球是差不多的，他们都有大气层，也都有水，但是为火星它消失，它就是没有磁场了，所以太阳风把它的大气层都吹走，这也是我们一直都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对，这边有一篇要推荐给大家，就是它是 NASA 的文章，这篇真的写得很好。还有我们观察火星的沙尘暴，就可以进而了解它的它的气候，它的大气层。然后了解火星，说不定就是未来的地球的样貌。对，谢谢你们提问，大概是这样。好，非常谢谢你的回答哦。那我们这边有一个第二个问题，就是从影片中可以发现，他们其实意外还蛮多的。那为什么他们还要甘愿花这么大的力气，就是物力啊、人力啊，就即使是假设今天有一个太空人在外太空出意外了，那我们还要花费这么大的力气去救他？那为什么我们要花这么大的力气去就是承担这些风险，然后还要继续探求外太空？就是我们发射一个优秀的太空人上去，就等于是把我们一个顶尖的科学家给送上去了，那这样不就是得不偿失了吗？好，谢谢你的问题。好，我们的回答是，就是我们在藉由探索的太空的过程中，我们也可以去去定位我们自己地球的，在这个宇宙中地球的定位到底是什么。然后更何况接下来在太空中所研发出来的这些科技呢，其实也可以运用在地球上，就像是水回收系统啊，或者是太空衣。
它可以放在一些比较危险的职业，就比如说消防员或者是一些核辐射核灾厂核电厂的那些工作人员，还有就是在那个在这个寻找探索太空的过程中，我们也可以去找到一些替代的能源。好，然后还有再加上那些顶尖的科学家都是怀抱极大的觉悟，就像这是马克一样，就是我们这边对他在火星上已经濒临绝望的时候，他有说过这样的话，就是代表他就是非常具备了极大的觉悟。而且就是我们花了那么多力气就是去救马克嘛，这一天我们把他救回来到地球，或许哪一天他可以带着我们，就是引领我们科技进步，带着我们人类移居到另外一个星球。对，所以我觉得这是那个就是发展太空的价值所在，不应该因为眼前的这一些可能会造成的失败或是损失而停止这一块，这是我们的论点。谢谢，谢谢你的提问。好，谢谢你们的回答。谢谢两队精彩的问答。那现在我们要请 Brand New Man 进行发表。大家好，我是吴冠宏。我是嘉谦。我是吴博维。我们是 Brand New Man。欢迎收看今天的科学东西君，我是主持人迅猛龙，介绍今天的两位来宾。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猛犸象。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布卡多山羊。想必大家一定很喜欢恐龙吧，因为它巨大特殊，而且现在没有办法看见，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大家想一想，如果今天有一座新乐园可以标榜可以看到活生生的恐龙，大家想去吗？我想去。身为一个古生物学家，研究一辈子的恐龙骨头，如果能亲眼看到真正的恐龙，那该有多棒啊！想象的永远比真实美丽。你有没有想过，恐龙与人类共存世界会造成什么样的问题呢？哦，这个我知道。早在1993年上映的《侏罗纪公园》里，就曾经探讨过这个问题。当人类用科学的力量让恐龙重现于地球，究竟带给人类的是感动还是恐惧呢？当然是感动啊！1982年，《纽约时报》就曾报道，科学家在琥珀中发现保存良好的昆虫，并研究提取其 DNA 以研究复制它们的可能性。在电影中就以此为基础，想象科学家在琥珀从吸取过恐龙血液的蚊子体内提取恐龙 DNA， 以基因编辑技术补上蛙类的 DNA 后，以产生完整的基因序列，再用人工复育器孵化出一只只活生生的恐龙。想想看，当这样的情景出现在你面前时，难道不会像影片中的主角们一样感动吗？哇，看见这样的场景的确让人热血沸腾呢。但大家有没有想过，如果将恐龙带回到现代会造成什么样的问题呢？让我来回答这个问题。首先，他们对现在来说就是个外来种，若是无法控制得当，将会影响到生态平衡，还有可能造成更多物种的灭绝。再来，如果像电影中以高压电限制他们移动区域，再来如果还限制他们的性别，这样对他们不是太可怜了吗？没错，影片中就限制了恐龙的性别，但是他们还是诞下了恐龙的宝宝，因此生命是会自行找到出路的。另外跟大家报告一下，最新研究显示恐龙跟影片中想象可能不太一样哦。目前发现有羽毛的恐龙化石，因此推测恐龙可能是外表是五彩缤纷的。那么我们有机会亲眼目睹恐龙吗？重现恐龙这个想法可能是没办法实现的，因为恐龙距今至少6500万年，由于环境的关系加上保存的因素， DNA 的片段早就断光光啦。如果用电影中相同的方式以蛙类的 DNA 补足缺漏，那做出来的生物实在离恐龙太远了啊。这样真是太可惜了。好，既然以目前的科技发展无法重现恐龙，不然我们来做年代离我们近一点的啊，像是长毛象。目前已经找到保存良好的长毛象组织，由于亚洲象是目前最接近长毛象的物种，我们可以将长毛象的基因镶嵌进亚洲象的染色体内，
然后再将染色体放入亚洲象细胞，做成融合细胞之后，利用 iPS 技术使它分化为精子，再和亚洲象卵子受精，就可以产生具长毛象性状的小象了。你们这么爱富裕灭绝的动物，可以考虑富裕旅鸽、长毛布卡多山羊等因为人类滥捕滥杀或是栖地破坏而灭绝的生物啊，不一定要重现恐龙、长毛象等大自然环境改变而灭绝的生物啊。好、哦，你说的旅鸽我知道。早在19世纪初期，出库51只的旅鸽被视为是永无止境的资源，当时常被捕捉上餐桌做成美味的佳肴，是美洲最容易取得的蛋白质来源。但因为有利可图，许多捕捉旅鸽的猎人因运而生，让它在19世纪中期到末期，仅仅50年间的时间，族群的数量就大幅的灭减，最终在1914年的时候灭绝，这也让人们惊觉物种保育的重要。当时濒临绝种的美洲水牛更因此受到重视。你刚刚说的布卡多山羊，我也知道哦。它在20世纪末期，布卡多山羊濒临绝种，到1999年剩下最后一只的时候，研究人员取下它的部分细胞并冷冻保存。不幸的是，几个月后，这最后一只的布卡多山羊也因意外身亡了。后来，科学家用取下来的细胞核放入山羊的去核卵细胞中，进行重置实验，成功的重置出布卡多山羊。可惜的是，它因为肺部发育缺陷而只活了不到10分钟。因此，保育要及时，当物种只剩一只的时候，也就来不及了。因为当这个物种的基因库只剩下单一个体的基因，无法自然繁衍，还有可能失去基因多样性，所以我们在物种即将濒临绝种的时候，就该努力保育，让这个物种得以持续生存在地球上。延续你所说的话，我觉得基因解码的先辈工作是非常重要的。拥有充足的基因资料，才能有备无患。而目前科学家也正努力在做这些事情，例如台大跨领域的研究团队目前正在执行台湾地质全基因体解码计划，成功的组装出地质的基因体图谱、基因体序列。并有助于本土鸟类的禽流感预防以及地质的物种保育。我还要补充一下，纵然保留基因资料有其重要性，但人类最重要的工作应该是做好环境保护，而给予下一代的生物拥有繁衍下一代的环境。而且基因技术只是避免绝种的最后一道防线，并且保育、富裕都要及时，在逐渐变少的过程中就要开始注意，不然根本来不及让他们自行繁衍。虽然《侏罗纪公园》谈的是恐龙，然而我们可以把恐龙视为一个象征物，它象征神秘而未解的谜题，又或者人类那颗蠢蠢欲动的好奇心。我必须承认，我内心中的小男孩渴望看到这伟大的生物再次行走在地球上。但是成熟的我会想，也许我们不应该重置这些生物。最重要的是，人们应该先努力保育现存生物，减少环境破坏，以保留生物栖息地。若是因为有了基因资料而使得滥捕滥杀情况更加猖獗，那岂不是本末倒置了吗？况且自然的力量使人类远远不及的，让物种自行繁衍才是最好的。好奇是科学发展的催化剂，并激发人们的想象力，这促使了科幻作品的诞生。也让人们思索更多科学发展的可能性，也预想当科技发展到位时，人们将面临的挑战。让普罗大众的心理准备，看清利弊，这样才能做到最好的。让公众讨论之后，看清利弊，才能让他们是否有能力承担这些问题。以上是今天的科学动力军，到这边告一段落，谢谢大家。一下是我们接下来的人。谢谢 Brand Newman 精彩的发表。现在我们请文子瑜进行提问。好，谢谢你们的端讲。我们要提出两个问题。第一题是针对电影的部分，我想问一下，《侏罗纪公园》它反映了当时什么样的文化背景？然后它的科学科技的问题是在哪里？
然后第二题的部分，我们想要针对生物科技的这里，你们投影片有提到说，就是你们重置的布卡多山羊，然后那就算它活下来了，也就这么一只而已。那我们重置，你们重置它的意义是什么？然后以及你有了这个重置的技术，会不会导致滥捕滥杀的情形再度出现？好，以上是两个问题。好，谢谢你的提问。就是这部电影其实是改编于1990年代的同名小说，而在那时候1970年代基因技术刚好正值蓬勃发展的时期，所以我们有可能科学家会有想要扮演上帝的角色，然后还有可能，还有想要去，还有可能会失去对大自然崇敬的心态，所以如果在这时加上商业的利益或者是一些考量，可能会造成更多的灾难。那么我们这组觉得科学是客观的，它是取决于你那个科学家如何想要发展这项技术。如果科学家没有好的科学良知的话，那可能就会造成那些灾难。那回归到文化的层面来说，我们觉得动物园它其实本质比较希望像是动物的中继站，给予他们医疗保护。对，好，谢谢。好，那第二个问题就让我来回答你。那我们认为其实重置这件事情的意义是并不大的，不管是善的想要修复生态系也好，或者是他们从科学家的自大想要展现自己的力量，自己有多么厉害，那么其实每一个生物在生态系里面都有自己的生物地位，那么他们一次的灭绝已经造成生物系的一次的动荡，那如果我们人类强行的富裕他们，那是不是又会造成另一次的动荡？再来，就是如果真的做出来了，那我们还要考虑到养育跟这个教育的问题。那你能不能提供他一个适合的生存环境？能不能提供他足够的食物来源？这些，那甚至是他们有没有上一代去教导他们，比如说像是飞行啊、觅食等等这些行为？那如果很明显的做出来的就是他们只是一群生物，没有上一代，所以我们可以。他们就是没有上一代的教导，那他们还可以被称作是真正的，比如说壁流式山羊啊，或者是旅哥吗？所以我觉得我们人类应该要汲取这些教训，痛定思痛。那如果我们人类没有做到汲取教训这件事情，那么那么这些生物还是有可能走向再次灭绝的情况啊。那所以我觉得还是要致力于物种的保育以及栖地的保护，这才是最重要的，不要让悲剧再次的发生。好，谢谢你们提，谢谢你们回复，谢谢。谢谢文子瑜以及 Brand New Man 精彩的表现。那我们现在也是请五位评审为我们决定晋级的队伍，请评审举牌。好，恭喜文子瑜晋级。那接下来，